正确是好的，我阿伯阿妹阿婆平安。哪里是在地做地主官？哪里是在地做地主官？地主官是什么？地主地主，想嘛妥妥，唔惊人，只惊法通，手正法公。
江海玲珑，叫做五光青世尊。我告诉你，是他家的什么样？亚玲家是刘青，亚玲是天门，这就是您的故事说明了。那东西，那您需要知道，要做的更多。清大汉，苏齐汉高祖斩白蛇。后来发福过帝王，这就是蛇的故事说明了。蛇的故事说明了，不然蛇又说不完。这就是马的故事说明了，那是马的故事说明了，伊也讲要说十句。